父亲叫我作为何事？哦，府上来了贵客，您随我到会客厅便知道了。一会儿，兰亭春宴上更要一鸣惊人喽！抱歉，我今日事情全无，便不去了。不作诗还可以抚琴嘛？李大人，这位是原离国皇后的嫡妹，秋华夫人。哦，听闻。 秋华夫人和玄珠公主貌若天人呐！今日老夫得幸相识，真乃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啊！哎，那个玄珠公主怎么没来啊？啊，小女玄珠正在准备春宴之舞呢。哦，所以子辰呐，你要是不抚琴，让玄珠一个人跳舞，那她可是要出乖弄丑了。<笑> 你也忍心呐？来，李大人，请。哦，左相大人，请。青春姐姐，我听说那左相今日会在紫竹林设宴。 老夫真是大开眼界了！您过奖了。那我们敬妖神。今日，妖兵戍边，仪容一体，已全部铲除。
是第一个。灵灯不灭，灵力将会受到生生世世的苦楚。盘古老在，欠了大力的，你就这样赎罪吗？嗯，怎么了？啊？没什么，没事儿。起来吧，药都煎好了。梅山，我想通了，我想通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。他想要去报仇，就让他去啊！毕竟最后成事不在人，更不在天。在你们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药还没喝呢。九元，你那两粒封住了，调息还起码半个月啊。那你跟我来啊。那不送了。这不糟践东西吗？都下去吧。哦，少爷。大家都退下吧。诺诺，就是治不好，为父也会一夜一夜的念给你听。这么久的事，忘了。川大厨，哟，川大厨，你可来了！今天店里实在是太忙了，红明还是……行，让他们都吃饭吧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！来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吃饭了！吃饭，吃饭，来，来了，来了，这儿，快点，快点，慢点啊！吃完了干活。别急，豆油，豆油，来来来，真香。干嘛呢，小川？我随便逛逛啊。别乱跑，还没盖好。哎，
这个比你漂亮，可惜了。殿下，饶命啊！来人，不要啊！殿下，想办法弄点漂亮。殿下饶命啊！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殿下，饶命啊！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殿下，饶命啊！殿下，饶命啊！殿下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臣，东宫詹氏左子臣拜见太子殿下。元礼，听说你今日一当值，就把积攒了几个月的表兼、文事全都赚你完了。承蒙殿下清眼，微臣自然不敢懈怠。不愧天下第一才子，本王以为你心蒙大丧，本不会应召做我的属官的。报国为政是先父的遗志，臣自当万死不辞。左卿，还有一件事，本王倒是一直想问你。殿下请讲。听闻你在香雪山修习过，让那山主老儿医好了眼睛。正是。那你见过山主的大弟子傅九云吗？殿下想问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听人说起他。我这不想问问你吗？他长得是什么模样？是个怎样的仙人？傅九云看似游手好闲，成日挑逗女弟子，但其实他的功力在所有人之上，山中的大小事务都要倚仗于他。依我看来，他倒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。哦，左卿对他评价颇高啊。今天不早了，你今日当值也累了，回去歇歇吧。诺。左卿，明日我要去东院一游，你也一起来吧。诺。把那个什么猪和他母亲也一起叫过来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臣这就去办。呀，偏了。子辰啊，给本王捡过来。诺。臣傅秋华。臣女玄珠觐见太子殿下。来了。你就是那个玄珠？正是臣女。你师父死在香雪山上了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我师父虽已身死，但他的徒儿们都得以保全，我惦念他老人家一辈子。不似那相曲老儿，徒儿徒孙都被我们杀光了，他自己却躲了起来。你倒是挺硬气，不惧本王。这性子我喜欢。殿下，这是最近甄选的女子画像。放着吧，本王都快看乏了，千篇一律，简直像是鉴赏画师的技艺。诺。左卿啊，本王说的可对啊。正是，这些画师都是沽名钓誉之辈，整日在凡间造次，殿下您选的是美人，可不是这些人。看看吧。
替本王审审。这莫非是？殿下竟然有这样的话？画师是谁？啊，殿下，这画呀是公子奇画的。这公子奇早年在离国出现过，是一个懂点丹青音律、喜好美色的散仙。公子奇，倒是有所耳闻。你们见过吗？未曾。未曾见过。啊，传闻这公子奇喜欢出入风月场所，故不愿抛头露面，天天戴一个青木面具，终日抚琴作乐。殿下可曾认识他？公子奇先生，三儿，这画简直是太妙了。姑娘客气了。我方才以为先生隔着这层屏风难以作画，是我太笨了。像您这样的大师，无论隔着多少层屏风都若无物。等我选上太子妃，我一定来找您重谢。三儿啊，送客，本公子要休息一下，过一会儿再叫人过来。姑娘请。这里便是公子奇的住所。他们怎么在一块儿？九云，九云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么大的妖气，惹得人连觉都睡不好。既然来了，那我也该会会他。殿下光临寒舍，所以何事？先前看到先生的画，实在惊为天人，想着一定要见上你一面，这不就迫不及待的来了？殿下，过誉了。哎，请啊。哎呀，想不到我这一介小小的散仙，竟能得到天炎皇室的恭亲礼遇，怕是这远近闻名的上仙听了，也是谢意的紧啊。不知先生家住何处？先生可有道场？嗨，
哪来的什么道场啊？天下之大，哪里有盛世的欢闹，哎，哪里就有我。这一个人嘛，怎么惯了？来，那真可惜了。你就没想过去香曲山吗？哎，去了。去了不就见不着殿下您了吗？哎嗨，哎，说来惭愧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向来与这什么仙山福地没什么缘分，平日里呢，也就做做画，也不会什么仙法，这自然也就不入什么上仙大神的法眼了，是吗？啊。本王今日叨扰，就是想同你交个朋友。可否请你满足本王小小的一个不情之请啊？啊，但说无妨，但说无妨。望先生摘下面具，以真面相待。啊，殿下，这是何缘故啊？因为先生像极了我的一位故人。殿下，我想看看是不是他。可是您的那位故人呢？先生，你这胡子啊，略施仙法，避人耳目。哼，封神俊朗，和我那位故人全然不同。哎，得罪了。哎，我和那位故人玩笑开惯了，他就喜欢如此这般开玩笑。刚才我真把你当成他了。嗨，殿下。那您那位故人倒是有趣的紧呐。先生您恕罪，这样您就别住这破房子了，本王在高都给您安排一间宽敞别院给您赔罪。哦哦，是是是，我明天就搬。花创大会也为您准备个嘉宾上席吧。哦，好啊，好。先生也是有趣的紧，记得要来啊。一定。是来向我家先生求画的吗？不是啊，我顺路过来采草药的。说哦，这样，我知道哪里有草药，我带你去。不必了，我自己知道。你还笑？我刚才差点被他整了露馅了，这不是没事吗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邀请您老人家进城，给您准备一个宽敞的大房子，还邀请您去参加他那个花创大会做上宾。好，好。正中你下怀了是吧？哼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不就是为了秦川才来的高都吗？他要刺杀太子，花创大会就是个机会。还有你在那儿作画，也是希望他能够主动来找你。哼，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啊？哦，不想以傅九云的身份面对他，公子奇就行了。谁说我是来找他的？嗯，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想闯什么娄子就闯什么娄子，想怎么找死，我也不会再管他了。嚯！你还有小情绪了？
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说不管，就不管。切，那你来高都干嘛来了？我，啊？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？有没有发现，这狗屁太子身上的妖气，与我身上这两粒如出一辙吗？啊？嗯。我跟他接触两次，没错的。那妖物也在高多。啊，就是啊，也许就在这皇城之中，就在这天元国太子的身后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，才参得相取山主封印术的三成，暂时把你体内的东西给镇住。要是他真的在高都，那你可得千万小心了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冲破封印。这不还有你吗？来。对。子辰，左詹氏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还是说，李渊让你想什么，你就想什么？我为太子詹氏。殿下下旨夺情，君为臣纲，我不得不为。你一身学问，就是帮他品鉴美人，当他捡东西的狗吗？还是说，你对花创大选的那些美人感兴趣？我累了，先回房了。你觉得玄珠怎么样啊？出身样貌算是以德配位，只不过三年前离国国灭，晦气了些。下去吧。晦气，这样平叛故国，左倾倒是很从容。臣乃东宫詹氏，理应为太子殿下考虑的周全一些。至于谁最终能获得太子妃的殊荣，还是要殿下您自己决定啊。左子辰，失户之痛对你影响很大吧？百里之外一剑毙命，连灵力都让人取走了，太残忍了。你也是个做事极其妥帖的人，此事也遣人查得越狱，怎么就半点眉目都没有呢？你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。殿下，微臣若是查到了凶手，还有什么心情在这儿打理花床大选呢？家父溘然长逝，痛心疾首，微臣昔日心高气傲，不屑于进入庙堂，与父亲产生了诸多嫌隙。如今悔恨之余，微臣只想帮父亲完成一日，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来为殿下肝脑涂地的侍奉妖神，这也是微臣能为父亲做的最后的孝道了。哎，听到你能振作呀，我就放心了。本王就怕那个凶手逍遥法外，借此次大选再生事端了。殿下请放心，此次花床大选臣已经打理清楚，不会有任何人会伤到殿下。哎，老郭，哎，你这儿有桂花糕吗？这丫头刚做完鱼，满手的鱼腥味，一伸手还不把公子奇给臭哭了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哎，你们就别闹了，我真的不想去送饭。春儿，你就相信一次姐姐，就算没要到签名，对自己打击巨大，也不能否认自己的厨艺呀。哎，对，这不是重点吧？重点是公子奇这几天必然吃了大鱼大肉。
这几道清淡的一定爱吃。哎，我说，你们两个是他忠实的爱慕者，那为什么你们不去送，非得让我去送啊？我去了，可他就见年轻姑娘。哎，咱们店就属你最年轻了。那年轻姑娘满大街都是的呀。老板，哎，姑娘，我给你1000银子，你帮我去送饭。做梦，人家自己也要送饭给公子齐先生的，1000银子岂能买走我的一片真心？1-2银子还差不多。哎，老板，你们这儿有筷子吗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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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，走走走走，快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你们带的什么菜啊？我带的汤玉秀丸、猪头春、芙蓉腌菜。见笑啦，各位。元和鲜鲍鱼、凤尾鱼翅、砂锅味鹿筋、龙井竹荪。两位妹妹的菜色确实不错，但公子齐先生可是画师啊，比起菜色可能更注重审美吧。哦，这位姑娘倒是生得标致。你带了什么佳肴啊？青菜、萝卜、一些水果。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大家都听我说啊，每个人呢只收1000银子的报名费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饭。公子齐先生保证把每一样饭菜都仔细品尝，倘若哪家的饭菜合了先生的口味，我们保证有神秘大礼相送。来来来，都排队了啊，排队！哎，都别急，都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都排队啊，排队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都排队，排队，哎，排队，后面排队。老天有眼，这浪费食物是可耻的。既然公子齐与你们无缘，那我就……瞧，把你给吓的！你也是来送饭的吧？怎么，不送到屋内，反倒自己偷吃起来了？糖醋酥肉，你怎知先生我喜欢吃这道菜呢？你也爱吃糖醋酥肉？你也有朋友爱吃糖醋酥肉？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嗯，这才是先生我要的菜，随我来吧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有我心爱女人的味道。一起吃，先生。张大人，真是稀奇呀！我这门庭冷落的太尉府，头一次来了这么多姑娘。待在门口全部是给您送饭的，在下实在抱歉，多有叨扰。哎，给我道什么歉呢？只是原来先生已经有了吹金转玉的美娇娘，若是被门外那些姑娘看到了，可是要伤心的。大人，您误会了，她呀
她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。她跟随我多年，知道我的喜好口味，怕是远胜门口那些姑娘了。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。先生有侍女傍身，我就放心了，就怕先生出来这高都吃不惯住不惯，大皇子是要怪罪我的。大人您多虑了，我在这儿呢，吃得好，住得好。那就好。哦，我现在就差人把那些姑娘送来的伙食处理掉。好啊，那就有劳了。行。哎，说了这么久的话，怕这饭菜都凉了吧？去哪儿啊？这菜还没吃完呢。傅九渊。嗯。你呀，小川啊，你可真没良心啊！先是放老虎咬我，然后又用神仙醉蒙我，又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冰冷的客栈里。你倒好，一个人跑到这繁华的高都来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在离国戏弄我的那个公子琪，也是你傅九云了。嗯，是我。大人，我心胸狭窄得很，改了我的曲子，还能安稳度日的，也就你。公主殿下，所以你一直都知道我在高都？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你去过凤眠山偷窥公子琪。来，让我猜猜啊，异色铜片准备好了，假发也买好了，胡旋舞步不好学，不如用离步来代替好了。我跟你讲过让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。嗯，你放心，我来此地不是为了你，更不是为了灵灯。在这高都城里，我继续做我的公子琪，你呢继续做你的小厨娘，咱们呀互不干预。嘴上说是互不干预，那你为何来高都？大人一定是想告诉我，果真是来看美人的。自然是来看你的，看你锦屏楼宇之力能在这高都城里捅出什么样的篓子，看你使尽浑身解数掉入万丈深渊的时候，是嘴里嚷嚷着复国，还是说九云大人救救我。那就可得让您失望了，就算是我跌入万丈深渊，我也能够生活搭造，过得好得很。今日的话，傅九云，你记住了。傅九云也好，公子琪也好，不过是个名字罢了。上一次没能陪着你，这一次我总会把你抓住。一座城，一盏灯，牵成了相思。冥冥之中，梦里公主三千尺，纷纷细雨迟，彼岸花又是浪迹了谁发过的诗。我会追随你直到今生今世，看看繁华似锦和你的样子，
伴你路几曲，你留在这儿护他周全，明白了吗？哪怕追天涯咫尺，从一相遇一开始，提起的每个字都是只手不离。青春姐姐，你让我照看的人他不在了。什么？他只留下了这个。飞舞着转瞬即逝，昙花一现与即逝，留盛开的字。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呀？绚烂了曾经化作诗，我也不知道。会不是这个人喜欢你，所以要随你到天涯海角？谁让他喜欢我了？再说了，我可不愿意让他找到我。别到了，陪我一起看吧。有哪个让你觉得不俗的吗？嗯，这些美人想向殿下献媚，嗯，但是殿下如此威严，他们被殿下的气场所震慑，不敢上来。在我看来，着实像跳梁小丑。你这口气好像根本就不把他们的样貌和武艺放在眼里。论样貌，仁者见仁，不敢品评；论武技，确实不及离国女子万一；论胆色，他们都不及于你。罗大人，好看吗？大人才冠四方，连我这个散仙也是有所耳闻。没想到，大人竟然也喜欢欣赏美人啊！啊，哦，也对也对，才子佳人，这本来就是绝配嘛，是吧？公子齐先生言重了，我本来就是此次花创大选的负责人，自然要盯得仔细一些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嗯，哎呀，左大人，果然品性高洁。我听说，左大人3岁便可赋诗，7岁就能成章，比这诗赋更绝的，当属改曲的。还好吧？还好，那我可得听听，当年。我的那首《东风桃花曲》，你是怎么改的啊？说来听听，我也好学习学习嘛。公子齐先生，请回到你的位置上。好看，好看。打扰了。你何必招惹他呢？我这是在帮你出气，他怎么说也算是你情敌吧？我才没有情敌呢。哼，没有。哎，这么想想，细皮嫩肉，说话温文尔雅，我要是他呀，我也喜欢左子晨。
这么久了，这么多人哪个是他呀？那么平庸，都不是他。瞧你这副故作成熟的样子，还真可爱。我宣布，本次天元国寿高都花创大选的花魁就是。你猜会是谁啊？哎，这还真不好说。你觉得哪个？要我说呀，我觉得这三号好。101号胡姬。难忘今宵，本次花创大选到此结束。左大人还没走啊？也是，方才那胡姬的舞蹈真是曼妙，要是我啊，我也不走。那公子齐先生就留在这里吧，我先告辞了。桃花最似曾相识，嫩蕊繁枝半独吟，不笑四月芳菲尽，偷换红缨惹人怜啊。可如今我的心里却多了许多许多许多，我们啊，回不去了。
哎，我说的是我自己。这闻着酒香，就全当把美人拥入怀中了嘛。告辞。编首诗还真难啊。都下去。诺。殿下既然选了我，那全天下只有殿下一个人能看。只不过啊，先前给殿下喝的酒叫神仙醉，此刻后劲上来了，不知殿下撑得住吗？轻而易举。杀死左相的那个人是你吧？你杀不了我。青春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嗯，我笑你呗。之前是谁说的？他爱捅多大娄子就捅多大娄子，怎么作死都不管的了。结果呢？不仅让我找左子辰救了他的命，还招了这么一大群，啊，叽叽喳喳的小伙伴过来帮忙。哈，啊，谢谢你啊。喂，你要谢我，就认认真真的谢我嘛。我谢的是鸟啊。白眼狼。哎，有热闹凑啊。哎，走走走，快看看，哟，
行刺太子殿下，胆子真大呀！啊，哎，看模样不像是本地人啊，哎，还挺漂亮啊，像是异域女子。这胡姬这么好辨识啊，再过两天，这万两赏金就是我的了。想想都高兴啊！哎，你躲远一点，挡着我了。好的。谁呀？这是，管他谁，看这个，看见了吗？啊！我原来不明白，子辰为什么要做詹氏，原来是为了你。你到底还要害他多久？那是他自己的事。自始至终，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我并不希望任何人卷进来。玄珠，你也应该长大一些了，你的世界里不应该只有左子辰跟我。别这么幼稚，不要一直活在过去，不然我会更加看不起你。只可惜不但杀不了人家，还差点被抓了去，真是没用。那是他自己的事，我并不希望任何人卷进来。哎，干嘛呢？看着点路。事儿，哎呀，快进去吧！哎，都快叫后桌开工再说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来客人了！你磨蹭什么呀？你们几个赶紧去给我找川，找不着川都别想吃饭了。哎，是是是，赶快去！哎，快走快走走走走。公子，哎，快事儿，做菜去！哎，老板娘都生气了，等你好半天了。川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川儿，哎呀，川儿，哎呀，川儿，不得了了！公子旗大驾光临，点名要吃你做的菜呢。今日好好的露一手，把你的看家本领拿出来。怎么，前几日刚见过，今日就装作不认识了？亏得我还是特地跑过来看你。哎，老板娘，这位当真是那日给我送饭菜的小厨娘吗？怎能如此邋遢？真能做出一手好菜来？先生，记错不了，川儿这手艺好着呢。赶快擦擦脸，别误了公子旗先生的眼睛。不是桂花油喷的帕子，姑娘使得了吗？我这就去给您做菜。也好，先吃饭，然后再谈正事。先生，您稍等，这菜马上就来。有心了，不如姑娘坐下一道吃吧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川儿，先生让你坐下是莫大的福分，别人求还求不来呢。哎呀，你快点坐下嘛。先生，这菜可合你胃口？不错，甚得我心，有我喜爱女人的味道。老板娘，哎，你这小厨娘我甚是喜欢，不知你是否有意割爱相让？
当然了，作为交换，我愿以一朵金花聊表诚意。哎呀，我倒没什么，可川儿他……是啊是啊，能被先生您看上，可是川儿的福气。不过我们川儿有一种人了，好像是哪个花花哥还是豆豆哥，是个坏的。豆豆哥，不修仙，改画画了。说修仙没前途，改道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小川就带我去见见你豆豆哥。不是，正好，我也可以指点指点他的画技啊。路途太远，我找不着。长途跋涉什么的，先生我最在行了。老板娘，小厨娘我就带走了，这几日多谢你照顾。老板娘，郭大婶，我不想。不，你想。川儿好福气呀。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，傅九云。这位姑娘，哪位是傅九云啊？我可是公子琪呀。松开我，我知道那些鸟是你变的，但你先给我松开。我是公子琪姑娘。让开，让开。这胡姬藏的可真够深的，这么多侍卫都搜不到她。还是乖乖回去做我的小厨娘吧，实在不行，小侍女也可以啊。你若不去的话，我便没有了小厨娘给我做菜。但是，先生，我有一套胡姬的发术华服可以交给官爷，想必到时候可以讨些酒钱填饱我的肚子。那胡姬的异色甲瞳做的甚是逼真，就连公子琪我阅人无数，也是颇为心动。好好考虑一下，去不去由你。这怎么一进屋就上床了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先生，我是正经人，我叫你过来是做厨娘的，不是要你睡觉的。既然你是正经人，又有吃酒钱，又何须让我给你做饭？我，
你画的？画是我画的，不过是件旧物罢了。说来也好笑，天元国太子要我搬居至此，谁想到我的笨书童竟把此画给翻了出来。那倒是要谢谢你那笨书童了。不对呀，我来这儿可不是跟你说这些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叫你过来是做厨娘的，不是让你睡觉跟赏画来的。先生，我肚子饿了，去准备晚膳吧。你可别多想啊，我听说这塞外的黄牛肉最是极品，今日正好身边有你这个小厨子，拿出来品尝品尝。那傻乎乎试了一天，我就不信你不饿。谢谢你。你还真得谢谢我，如果不是我把那胡姬画得美若天仙，你以为你能那么轻易地靠近天元皇子吗？啊，对了，那胡姬我已经帮你送出城外了，现在应该已经在回西域的路上了吧。说吧，怎么谢我？还真不错啊。刺杀天元太子这等显事，可以在之前想到换脸，也算聪明。不愧是在大人我身边做过小侍女啊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聪明与否，凶险祸福都与你无关。你不用再劝我。劝你？我为什么要劝你啊？你如今已经试过了，你也知道结果如何。你杀不了他的，他现在活得很好。你之后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？一次不行就第二次，第二次不行就第三次。只要你不打林登的主意，也不再劝我，也别用这种画意这种低级的手段想要。
是殿下唤臣女前来所谓何事？本王自那日见了玄珠姑娘，便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我看在这高都城，也只有玄珠姑娘可当得起这美人二字了。本王时时刻刻都盼着与玄珠姑娘把酒言欢，夜夜笙歌，好不快活。如此佳人配美酒，必须得本王亲自喂你，你说是不是啊，左詹事？殿下说的极是。美人这是怎么了？兴致不高，还是在怪罪本王啊？臣女不敢。这就对了。臣女实在不胜酒力。既然是这样，无妨，你稍事休息，咱们待会儿再继续。多谢殿下，臣女告退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。那你应该也很清楚，我来这是所谓何事。灵灯，川儿，二萌虽然笨，但你莫要拿假灯再骗二萌了吧。那二萌这回就得看仔细了，这灵灯是真是假。这是什么？左上的灵力，跟他人不一样，灵力倒还挺好看的。左相这人蔫坏，灵力也跟妖灵似的。怎么？这里面还有三个位置，你也想进去玩玩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是离国人，和你们天元国皇室有血仇。我怎么会杀我的二萌呢？就像我也不会杀那个骗了我的赵管事一样。我就说嘛。哎，川儿，你说这个灵灯真的有收集万物的灵力，能收十方八荒的妖魔吗？当然，灵灯可以收入这世上所有强大的灵力，尤其是妖灵。哦，不然你拿它做什么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呀，只是知晓这世间有灵灯这个宝器，找过来玩玩而已。哦，堂堂天元国的二皇子，屈居于香曲山上，甘当数月杂役，只为消遣之故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不跟你废话了，我要杀厉渊，取走他的灵力。你连灵灯都不让我碰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已与灵灯结下血契，你想做的事情，我替你完成。血契？这宝物除了能收妖，还有其他的作用？结血契之人可以点燃灵灯，让天下无妖。这灵灯连灯芯都没有，还能点燃了？那我来点，这种事情我们男人来做。那你可知点燃灵灯要何种代价？还能自焚不成？自焚不过是销毁肉体，灵力仍存在于世。若你真的想要点燃灵灯，将以灵祭灯，灵灯不灭，则永生永世受苦。你能做到吗？我可以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你要用生命的代价
经历这般痛苦。李国人，那个弄得丽渊全城戒严的胡姬，就是你吧？我问你，为何所有的力气跟法术都无法伤得了他？既然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丽渊出生那年，天元国下了十天十夜十寸的雨，大批的妖怪匍匐在皇城外，不住的叫唤。奇怪的是，自他出生的那一刻，妖怪都不叫了。我朝国师称此子天赋异禀，身带妖灵臂上的无双命格，刀枪不入，法术无伤，传说这乃是妖神下凡的大大吉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天元国的信仰就来自无双命格了。刀枪不入，法术无侵，说的没错，无双命格就是如此。那要怎么破解？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。青川，既然你来找我了，我今日就送你一份大礼。无双命格并非没有破解之法，丽渊也有一日命门。此话怎讲？15年前，丽渊生辰。丽渊从小不会受伤，不会生病，神有异常。父皇送你宝剑一柄，祝你学有所成。谢谢父皇。在他15岁寿诞那年，父王送他一柄西域宝剑。从未受过伤的他突然流出了人血，虽然他掩藏殉情，谢谢父皇赐予我的剑，但被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从那以后，中元节就没有人见过丽渊。他自己说是为天下苍灵去祈福，但他其实并未在东宫。那他去哪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有人知道，比如我那个前任大嫂。皇宫里传他是重疾早夭，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他死在了7月16，你不觉得很有蹊跷吗？这么说起来，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。没错，他定是发现了丽渊，中元节那天他会变成常人，这便是我们的机会。所以你偷灵灯也是想在中元节下手？得了吧，我之前在你那里借的那个灵灯实在太假了，没把我害死。那是傅九云做的。傅九云，他也太坏了吧。行了，别说他了。不对啊，他会来找你。哦不，他会来找我们。你别管这么多了，灵灯在我这儿，在点燃灵灯之前，灵灯一直都在，除非我死。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很多事啊？你说的没错。哎，你这牛肉挺香的。谁让你吃了？我要喝酒，一醉解千愁。你陪我喝点，来来来。哎，我说，你那上好的黄牛肉，我是一片也没吃着，你还让我请你喝酒，你这样的朋友要不得。林老兄还说呢，你也是个仙人，在我这儿每天斤斤计较，啰啰嗦嗦的啊，莫生气，生气伤肝。喝酒还伤肝呢？不仅伤肝，还伤心呢。是不是新梅啊？傅九云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，你不能在外边受了秦川的虐就回来怼我呀。是啊，你是见证的黄牛肉了，那我呢，我只能在旁边闻着那味儿，谁更惨啊？谁更惨？来来来来来，一块喝酒，一醉方休。对，小白丁儿他们最辛苦了。
这庭渊和秦川目标一致，倒真是一路人啊。庭渊还说了，待他登上帝位，一定要对川儿好，嗯，对全天下百姓都好，嗯，会护着他，嗯，宠着他，多好，嗯，哼哼，嗯，不过小川也说了，他和庭渊毕竟不是一路人，当然不是。他和那庭渊能是一路人吗？九渊，嗯，我说你把小白放在人家姑娘身边当你的探子，这事儿是不是不大好吧？怎么说这也是有悖我们仙家的常理。就是啊，你这样还不如天天把他放在身边算了。再说了，傅九渊，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想把我变成镜子就变成镜子，你想我睡觉就睡觉啊？虽然我也很喜欢睡觉，可我们是朋友啊，傅九渊，你这样我还有没有自由了？哎，这我得替小白说一句公道话。就是，九渊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地道？怎么了？毕竟小白也算是一件神器啊。就是啊，你看他多神奇。我呢就是无聊，想要看看这个姑娘到底能捅多大娄子。小白啊，你要是不愿意去你可以不去，就是你跟我要那画，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心情能画给你喽。你好，据庭渊所说，这丽渊乃是无双命格，刀枪不进，法术无伤，只有在中元节那天才能变成常人。无双命格，本山，嗯，你在这三界之中可听过此等奇事？九云，嗯，你操这等闲心作甚？你又不急。对啊，我是不急啊，可你梅山君就对这事不好奇吗？我说傅九云呀，傅九云，你想找我帮忙就不能正正经经诚诚恳恳地求我一次吗？哎，我觉得吧，接下来这小船肯定又要进宫了。哎，这皇宫凶险呀。嗯，哎，算了，反正九云大人又不急。嗯，你有这等闲人急什么？急不来吗？急不来。喝酒，来来来，喝酒。来来来，不急不急，我急什么？我不急，我又凶我。喂，我想到一法子，不知道能不能行。怎么说？之前我在香学园上学了些白纸仙术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用。白纸仙术，我怎么听说这是离国皇室不爱传的？谁告诉你的？论资历，我上山比你久，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也不足为怪啊。是是是，川儿姐，你说啥就是啥。那。看着啊，嗯，我将这幻化的纸放在丽渊身上，临起之时，我便能定位。待我施法，无论他在哪儿，我都能找到他。可这毕竟是仙法，丽渊他可狡猾了。我可以先压制这个纸人的仙术，让它变成一张普通的白纸。等到中元节那天，丽渊如果真的是个凡人，所谓的什么无双命格失效之后，他也不会察觉到。哦，这招好啊。可是中元节那天，宫中尊卑有别，丽渊主持完大祭，他就回他的东宫了。
我是没什么机会接触到他的。我虽然宫中很熟，这件事情如果我交给别人做，我也不放心啊。到时候如果我小命没了，那就惨了，我还不如做我的无忧藩王呢。事关重大，我去吧，我要亲眼看到这个纸人放在丽媛身上。不，那你怎么送啊？我听闻中元节的此日，西方诸国的皇家成员都会在14日当日去斋墓焚香，然后他们就会换素服祭天地。素服是用夏日收的萝卜麻做的，还有春稻的秸秆，做神为围。只是不知道这些素服是什么颜色，但我记得你们天元国崇尚的是水德，所以应该是黑色。是，我们主一局已经把今年的素服都做完了，我们皇储都已经把衣服试好了。那我可以当作是送素服的宫女，偷偷的混进宫去。那万一丽月认出你怎么办？她不会认出我来的，她未曾见过我的正脸。此事你可以安排安排吗？安排倒是能安排，刚好主一局的管事是我的人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就说你是我母妃的宫女，想见一下丽月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被看上。甚好。你对我们皇室的礼仪怎么会这么熟悉？我又没进过皇宫，我就听那些说书人说的呀，说的多了我便就记住了。川儿，离中元节还有十几日，我们事不宜迟，明日我就安排你进宫。心梅，哎，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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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梅山，有没有兴趣陪我进宫玩一圈啊？玩，要求还真多。进宫？春儿姐，衣服换完了吗？能放我进来了吗？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要抓紧了。来了。我说你们天元国礼仪怎么这么奇怪？也对，不愧是以妖为尊的国家嘛。你瞎说，我们天元国大内宫中礼仪大同小异，我们祖上就是这样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一次啊，我们得小心一点，至少像总得像一点吧。明白了。我说你呢，嘴巴给我抬高一点，腰给我拱起来。哎，我说你凶我干嘛？你还打我，你还打我，谁让你打我了？川儿姐，你慢慢来。切，这有什么难的？那哎，要我说，你也来这主一局当差算了，你也扮成个小宫女。就你这小模样，就是扮成宫女，那也是美丽俊俏，肯定吃得开。我又不是来找他的，我就是为了看看这偌大的皇城之中有哪个小宫女适合做我的小侍女。等一下，进去以后好好伺候着，不该说的话别说，不该听的也别听。诺，进去吧。
怎么了？我明明将你体内两力封印住了。师大，他在给我下战书。当我气力合体，你那复活之气指日可待。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不行，我就是为了找妖王而来的。你嘴上不说我也明白，你想要找到妖王还不是为了秦川？但是这里实在太危险了，你在明敌在暗。梅山，我这么做的确是为了秦川，他可以为了复仇连命都不要，我又岂能坐视不理啊。梅山，把我身体里的两力击出来，我要立刻找到那个人。你梅山，你何时变得这么胆小了？终于来了，傅九云。九云，别跟着我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想到在宫里也能遇见你啊，真巧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论我在哪儿你都知道，你跟踪我？跟踪你？我很忙的，哪有闲情雅致管你的闲事。最好是这样，你能记得当然最好。记得。不再打灵灯的主意，不再管你的事儿，大人我可记性好得很。我只是想来看看中元节这么大的日子，你是如何跟你那个傻豆豆密谋造反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好心劝你，你若真想在皇宫动手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你真以为凭你那几张小纸人就能撒纸成兵，杀掉李渊？啊，还有你那个傻豆豆，他登上大位之后，真会对你、对李国，还有天元和这天下百姓好吗？你监视我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李渊不是你和庭渊联手就能对付得了的。你怎么了？别过来，离我远点儿，别让我自己弄你。走。
走。你意下如何呀？启禀殿下，国师求见。知道了。既然玄珠美人这么有雅兴，倒不妨给他们做个示范，让他们也学习学习。本王就先回去了。左战士，你就留在这儿，带玄珠美人舞弊，好生送她回府。诺。恭送殿下。来吧，别傻站着了，跳吧。跳啊！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你快点，不是我跳，快让我们看看，到底跳吧，到底跳得有多好啊？让我们看看啊，看他跳得有多好。这跳的什么呀？是韩国公主，韩国公主嘛，这也不怎么样啊，也不知道殿下看上她哪里了。哎呦，真晦气！这左战士不是要送我回去吗？走吧。玄珠，不要再跟我赌气了。赌气？左战士说笑了，我堂堂太子宫中的贵人，何须与你赌气？你不是擅长品鉴美人吗？你倒是说说，我刚刚的舞如何？不要在我面前逞强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曾也是贵妃公主。你心里惦念的公主不是我。我只是低贱，失了尊严，与乐恭维的亡国诸侯之女。我什么都没有。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玄珠，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嫁给太子，你有权得到幸福。幸福？什么是幸福？看看刚才那些嫔妃，吃了我的心都有。不过这一切跟你也没有关系。你以为我不想好好生活，不想跟喜欢的人白头偕老吗？我努力了这么久，可是我什么都……玄珠啊，子辰。在你心里，可有我半分位置？
今儿没有你，我从此各安天命。锁针氏，你听好了，以后我是哭是笑，是苦还是甜，都跟你无关。纵使我前方跳进的是火坑，也无需你来操心。这些是是非非，安稳的过日子。玄珠，你不要再跟我赌气了，你不想嫁给太子，我亦不能让你嫁给他。子辰，我玄，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让我们放弃这里的一切，往后的日子只有你和我。那我们去冰原镇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可是你现在是丽苑眼皮底下的近臣，你如何离开？还有我母亲，我们要是走了，李渊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这些你都不用担心，我来安排，你等我消息便好。好，我等你。人人都说梅山君嗜酒如命，竟也会有给人倒茶的时候啊。你此时还有心情说笑啊？啊，我就不应该解开你的封印，让你为所欲为，弄得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回来，足足烧了一日。那我呢？我还头疼一宿没睡呢。我小白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我答应给你做幅画，大人我今日有空，来扶我起来，给你多做几幅。少来吧你！这账我一定要算到他头上，都怪那王八蛋小春。他，对，都怪那王八蛋小春。下次我见到这小春啊，我一定会跟他讲，这生气不能摔东西，摔东西也不能摔镜子嘛。九渊。嗯。你找到他了？既然战书都下了，是时候该了结此事了。也不急于这一时。急，能不急吗？傻站着干嘛？喝茶呀！快过来。应天顺时，受资明命，臣女玄珠贤淑大方，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，朕公闻之甚悦。今太子是婚娶之时，当择贤女与配，执玄珠待字闺中，与太子堪称天造地设，为成佳人之美，特将汝许配太子为正妃，则即日良辰完婚，钦此。臣女，玄珠定是高兴过度，这才一时失了礼数，公公勿怪。啊，那就好。中元节祈福在即，殿下命今日就将太子妃接进宫中，凤驾在府外候着呢。哎，这个
宫中的礼数繁琐，又众目无杂，殿下有几句话。明白。殿下既然吩咐了，大婚之事由左詹氏主持操办，那是自然的。什么交代啊？说来我听听。宫中的礼仪我都懂。秋华夫人，殿下吩咐，此话只交与玄珠一人。多谢公公了。日后玄珠进了宫，还要请公公多多照应。哟，夫人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到时候还要请玄珠姑，哦，玄珠娘娘和夫人多多关照才是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奴才就回宫复命了。公公慢走。怎么会这样？子辰，我们是不是走不掉了？别慌，夫人请回吧。有劳公公了。今日先进宫关注丽媛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自然会带你出去。当真？相信我。太子殿下的恩典真是一日胜过一日啊！前日才安排行宫，今日就要接玄珠进宫了。我的玄珠啊，你日后的荣华显耀都有保障了，为娘也跟着你沾光啊。凤驾已经等候多时。玄珠姑娘即刻启程。还有啊，夫人，殿下既然另作安排，行宫之事就不必再提了。那是自然，左詹氏请放心。起驾。你还愣着干嘛呢？中元节祈福可是大事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知道了。那你还不快去准备准备，一会儿还要给太子殿下更衣换素服呢。左詹氏，见过玄珠娘娘。左詹氏不必多礼，太子殿下有何吩咐？太子殿下吩咐中元节祈福一事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诺。子辰，你终于来了。嘘。今晚所有人和帝后一同祈福，戌时是守卫最薄弱的时候，待所有人祈福完毕。你拿好这个令牌，从南门出宫，南门的侍卫我已经帮你打点好了，那个时候会有一辆马车来接应你。那你呢？你如何离开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等我处理完最后一件事情，就去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玄珠啊，今晚你一定要离开宫里边，我若是晚了片刻，你便不必寻我。无论如何，你要好好的。
爷学有所成。谢谢父皇。主医局管事求见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元吕。谢殿下。给殿下换上素服。左詹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见过太子殿下。我的太子妃呢？启禀殿下，玄珠娘娘已经在侧宫等候。好，为天下亡灵祈福乃是我朝最为盛大之事，万不可有丁点闪失。还没好吗？还不快点。太子殿下宽恩，这小丫头初到我局里，笨手笨脚的。哦，新来的。不知为何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。殿下，宫中的宫女皆是一般模样，肯定没有殿下您见过的艳雅四座惊艳群芳。也许是吧。殿下，素服可合身？合身。退下吧。诺诺。你也退下吧。诺。姑娘，子时一到，这城门便关了，可就出不去了。子辰怎么还没有来？姑娘，你还是听公子的，咱们先出宫再说吧。姑娘坐好了。停车！你若执意不想还给我，我也不勉强。大不了我再变一个，只不过是费时费墨罢了。燕燕，你为何要一意孤行？是他，你竟然还叫他爷爷，你果然是为了他。青春，为什么你总是阴魂不散？既然我阻止不了你，那这个纸人就由我来放，因为只有我能靠近丽媛，这是我左家欠你的，更是我左子辰欠你的。你欠他的就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，那我呢？你又该对我如何补偿？不行。玄珠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来拿东西的。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。你说你要处理完最后一件事，竟然还是他。子珍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是谁杀了你的父亲？你竟然还帮着他？子珍，我不会走了。你不能留在这儿，你必须离开。我早就猜到了，你做太子詹氏是为了他。那天你说你要带我走，我竟然相信了。
现在才明白，你不过是想排除我这个障碍，好为他去计划。玄珠，我跟子辰是今天才遇见的。燕燕，你总说我活在过去，其实真正活在过去的人是你。你如若一直这样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解脱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把纸人给我。不可能。子辰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不杀了李渊，不完成他的复仇，我们三个人都不会好过的。把纸人给我。现在生不如死。启禀左战士，什么事儿？殿下吩咐了，让您看看玄珠姑娘来了没有，若来了将她引入东宫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离本殿。诺。明日一到，必须有人带着纸人跟着丽媛，而我可以。明日中原，天清地肃，更是我的母难之日。每到此时，我都会闭宫清修祈福，外息诸缘，无关人等自然都要回避。然而你却不一样，以后每年的中原，你都要陪着我。殿下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殿下，不，你们觉得那个玄珠靠得住吗？你们三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这可是我的万里江山，江山基业啊！说交给玄珠就交给玄珠了，万一他倒戈了呢？死了呢？逃了呢？完了完了！我卧薪尝胆，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就要毁于一旦了。从小到大，玄珠想做的事情都能做到，不用你担心。此处是。往前走，你就知道了。有了，他不在东宫。没错，跟我想的一样。你是真的愿意当我的太子妃吗？能嫁入皇室，是臣女至高无上的荣幸。如果有人要处心积虑的偷偷谋害我，你会怎么做？殿下至尊至贵，天赋命格，卑贱之辈，穷极心智，想来也无法伤及殿下分毫。我是问。你会怎么做？臣女定当以身护佑殿下万全，舍生忘死。舍生忘死？
北三所，昊天殿。昊天殿。是，他曾是我们的皇家书院，有居过本朝的一位废太子，但他最后横死在里面，所以昊天殿从此就被废弃了。快走吧。去准备吧。诺。张大人，今日跟你说的话，阁下可都记得了？哎呦，你都唠叨一下午了。放心，我定保你没事儿。他也要没事儿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他没事儿。那你自己小心点啊。那我就只管他，不管你了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哎，九云啊，你可千万别有什么闪失，我想等着跟你喝酒，喝到天荒地老呢。一定。慢一点，又进去。海妃，本王忘记了，爱妃今日不便饮酒。唉，本王一向喜欢热闹，无奈每年总有一天要留在此地清修，这一枚人呐，实在没趣。解本王的法门。进去看看。